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午餐肉迷饼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掏出来的午餐肉切成丁，我觉得不管是晴天、阴天、雨天，都无论和你一起吃饭聊天。把拌好的米饭放进肉筐里，小火慢煎，煎至两面凝固。喜欢吃微焦的，可以煎久一点。淋上一点沙拉酱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